精雕细刻，没有搞不到的。刚谁说的好看来着？确定其实还不确定，只是四目相对有心机，不见你会想你，在人群中找你，找到后又假装不看你。他们说你有点坏，追你的女生都很伤心，可是我永不会追，我要让你忍不住动心。大宝成了礼物也有护金，不能随意献殷勤，要想你这半体美都跟多数金，充实自己更完美。我今天特意去请凤姐做见证，你敢不敢用你约我就出现，不是每一通的电话你打来我都会接，爱情不是投入越快就可以收获更多，喜欢被你送到家门但不能请你喝咖啡。长得好看就是占便宜。更搞笑，你说什么？